体育工程新标杆，塑造这座城市的生活线、风景线、艺术线。大陆工程专业团队秉持创新设计与坚持品质的决心，将如职如期完成桃园捷运绿线高架段工程。美好值得期待，三星六线美好实现，三星六线美好正实现，让桃园的人文文化更加璀璨。北段土建统包工程开工祈福典礼，典礼开始，鸣炮。祥师建队。许
洪胜全议员、郭丽华议员、李光达议员、邱素芬议员、陈美梅议员、尤胡格议员、徐其万议员。介绍我们桃园市副市长尤建华尤副市长，欢迎。好，补充介绍我们范刚祥议员，议员好。桃园市政府秘书长李宪明秘书长，欢迎。介绍我们中兴工程顾问邱林斌董事长。大陆工程陈学胜总经理。我们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陈文德局长。北部工程处的曹乐群处长，处长好。介绍我们桃园市政府邱俊明副秘书长，欢迎。桃园捷运公司的刘冠毅刘董事长。我们同时是否先请桃园市政府各局处单位的首长都站起来跟大家挥手致意，欢迎我们桃园市政府各局处单位的局处长、副局处长，还有我们主宾。我们桃园区的张世威区长，区长好。大园区吕水田区长好。介绍广丰国际公司的李静宏总裁，总裁好。接下来我们是否也请各里的里长也都起身与大家挥手致意，谢谢我们各里的里长，未来在捷运绿线的相关资讯跟工程的资讯方面都要麻烦里长们跟我们的里宾好好的来做说明了。与会的贵宾非常的众多，如果不小心遗漏，待会为大家补充介绍。谢谢各位长官贵宾的莅临。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典礼是捷运绿线在 CG01标的高架段土包土线土包工程的开工典礼。那么我们桃园市政府成立了桃园捷运工程局，它是第一条由民地方政府自办的捷运工程。那么我们工程局呢也花了非常多的努力非常多的心力来展开整个桃园轨道的建设，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看到我们年轻的团队在我们郑文灿市长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推动我们桃园的轨道建设。首先今天的典礼要邀请我们捷运局陈文德局长来为捷运绿线的一个总体规划工程来做一个简报，局长请掌声欢迎。让我们一起邀请桃园市全部罗总市长在中各位永庆五路打给我，我是捷运工程局的局长陈文德，我在这先甲在座各位永庆五路，甲恁做一个拍摄，这条捷运，予咱大家等十年哦，这十年，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的，讲这十年这条捷运今仔日要动工，这十年。咱实在是等政府，但是爱甲各位来报告一下，一个捷运工程的动工，一定要经过可言基本设计、环评、综合规划、工程经费的核定，以及专案管理的发包、IBNB 的发包、机电标的发包、土木建筑标的发包，到今天我们终于到动工了。好，在此我再感谢各位乡亲父老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开工典礼。好，下一页。来，我今天的简报大概是分成这样子，各位请参阅。好，下一页。今嘛，我来甲大家最简的说明。基本上，咱同期的工业产值达3.06兆。是连续10年以来台湾全国第一名，这代表一个意义，就是咱桃园市有足多就业的机会。第一，咱的平均年龄是38岁，
是六都内面上少年的，这代表的意义是咱有很年轻的就业的人口。第三个部分，咱哩104年前，咱通关的升格，甲桃园市的部分，咱迄当阵那个人口数才200万啦。咱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咱即卖已经变到221万人，这代表是咱同期有迄个机会，有迄个就业的机会，咱的生活条件各方面都可以吸引外来的人口，所以咱我讲你短短的三年半的时间增加21万人，好，那即卖就是讲咱桃园市的部分，我一想。就是想利用轨道建设来去带动创造便捷的交通环境，那有便捷的交通环境可以带来商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整个轨道的规划是配合桃园市的国土计划，在我们桃园市的国土计划中分为三个大核心，桃园、中壢及航空城，所以我们利用，我们必须把这三个大核心串联，所以我们利用机场捷运线、捷运绿线预延到中壢，以捷运中线及三一线及桃园铁路地下化等六线，我们规划了三星六线，我们希望服务桃园市的市民达70%的好下业。那桃园市的主要的路网的干线规划完成之后，我们必须跟台北市跟新北市能够接轨，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实现北北桃一小时生活圈的概念。所以我们利用机场捷运线、捷运中线及南边的三莺线的部分来跟新北跟台北市接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同时可以有一个状况可能会发生，因为桃园的重点比新北、台北市更加少，咱会使去比台北、比新北上班的人来咱桃园住，我们来创造宜居乐活的桃园市。OK， 好，下一页。那这张图是要甲各位来报告的，咱捷运绿线的部分。总共从八德开始，701站开始到大园，经过八德、桃园、芦竹还有大园段，那我们总共是27.8公里，总共经费是982亿，我们预定在114年能够完工通车。那我们整个分标的状况是GM01标，就是所谓的机电标的部分，在今年的6月份就决标。GC01标就是今天我们的动土典礼的部分是属于 GC01标，它分成南段的部分是在八德，北段的部分是在芦竹及大园的部分。那接着下来，我们 GC02标是在11月26号就可以开标 ，GC03标我们现在还在上。好，下一页。那这张图表是。来甲各位用心补录报告者，我即摆做这捷运工程的工作，嘛是跟教官的计划中进行，所以我们整个的计划，我们的专案管理部分是中心顾问来办理，那 IBMV 是由这家公司来办理，那我们GM标是由西门子团队来得标，那GC01标是由大陆工程来得标，那GC02部分现在仍在招标中。好，下一页。好，那GC01标总长度是9.75公里，总经费大概128亿，我们希望能够在114年能够完工通车。那在属于这一边的部分是我们北段的部分，那我们是今天在这边办开工祈福典礼。好，下一页。那我们这整个标案的规划设计，我们的站体部分，这个是2个4亿的模拟图。我们的站体的部分，我们是希望结合地方的特色，
及文化来进行规划设计，我们想采取比较轻量通透的设计概念部分。另外我们也结合在地的气候跟环境的因素，咱大家都知道咱家桃园路地加大园，那北方来的时候是算着，啊，所以我伫北边的部分，我伫开窗门，我尽量我甲窗门开到遮大片，但是你嘛爱需要通风，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伫设计的时阵，会特别注意到遮个环境的因素，所以南面后壁还佫一个影片来甲大家做介绍，好，下一页。那整个捷运系统的建构之后，我们希望把最主要就是有一个交通的枢纽。另外，在这整个区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增设到一个国一甲线，可以联络到中山高的部分。所以未来这一个区域，都变广哦，阿拜的发展是非常的便利。啊，另外我们也在各个站体间，我们会有土开大楼，还有果林新市政等等。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导入社会住宅的概念进来，还有长照机构等等。而我们也希望建构一个快乐的城市。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是希望捷运也能够创造我们创业的起点，因为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商机。好，下一页。好，在此谢谢各位的聆听，感谢各位，谢谢。那我们邀请桃园市亲爱的市长，欢迎郑文灿市长来为我们今天的开工祈福典礼致辞，掌声热烈欢迎郑文灿市长。陈建仁副总统，交通部张正元市长，我们两位立法委员郑宝清郑委员、郑运鹏郑委员，我介绍一下我们市议会的团队，副议长李小忠，郭丽华议员、李光达议员、尤和议员、陈美美议员、邱素芬议员、刘胜全议员、徐其冠议员。还有许清顺议员，范刚强议员，介绍一下我们的市府团队，捷工局陈文德局长，我们刘建华副市长，李宪明秘书长，还有我们市府团队的所有的伙伴，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局长，这个芦竹区主村来区长，桃园区张思威区长，大园区雨水田区长，也谢谢我们的工程团队。我也介绍一下中兴工程顾问公司邱林斌董事长，这是经济部辖下最大的工程顾问公司，大陆工程陈学胜总经理。那也谢谢我们所有民意代表的秘书，以及我们在地的里长。那也特别谢谢我们里长联谊会王金龙会长，我们所有里长站起来挥挥手。各位乡亲，桃园要进入捷运的时代，捷运的绿线动工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一天真的等了很久。那么从县政府到市政府，那么经历过这个吕秀莲、朱立伦、吴志扬三位县长，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那么展开了对捷运绿线的工程规划，那中间历经了很多次的修正，那一直到我担任市长以后，那么进入这个综合规划的这个讨论的阶段，那么谢谢交通部以及行政院，在2016年的4月，那么综合规划终于核定。那当时呢，
我也特别拜托三位新科的立法委员曾宝清、曾玉鹏还有赵正明。那么三位委员在立法院全部都参加交通委员会，那目的就是要这个确保桃园铁路地下化定案，捷运的绿线可以开展。那么经过这个2016年的4月核定之后，我们桃园市政府就展开捷运绿线的这个基本的发包工作。刚才陈文德局长有特别提到，今天能够动工，这中间要发包，包括负责管理跟建造的这个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包括全程哦负责监督跟验证的旅卡的公司，也包括这一次的机电跟这个控制，还有这个车辆系统西门子集团，那么也包括今天高架段的这个机西零一标，我们的八德段以及芦竹大园段，我们分别称之为高架南段跟高架北段的这个大陆工程公司。那么也要特别谢谢大陆工程，那么在今年的8月得标，那么按照合约的规定，得标后3个月必须要内要必须要完成这个开工。事实上呢，大陆工程已经在先行进场做这个开工的工作，因为捷运绿线主要的部分是使用既有的路港，那新辟路港的段落比较少，那在中正北路北段的这个段落，那么这个是使用原本的路中间，那么在这里有设置了一共5个车站，那么经过芦竹到大园，中间还经过果林的新市镇，所以未来对整个包括芦竹、包括大园、包括航空城的计划区，那这一条这个捷运将会是主要的连外的一条捷运。那么整个捷运绿线27.8公里，有设置21个车站，总经费到达了982亿6400万。我要特别谢谢那么中央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把这个绿线纳入，同时也纳入了中立延伸线，让中立火车站到八德从化区也可以同时接起来。机场线绿线跟中立线刚好构成一个口字形的桃园的环状捷运，让桃园进入一个捷运时代。那赶紧夸奖高雷姐，这个真的不容易。那我们也获得交通部支持，除了机场线可以到台北，我们的龟山中线连接桃园火车站，经过龟山到回龙接新庄线。那么另外一条八德的大南站捷运绿线的基林市站也接三鹰线，这个路线比较短，大概3.8公里。那么将来三鹰线就是经过这个板桥到这个邦达进入台北市，所以我们的桃园呢会有3条捷运线跟台北连接，北北桃会成为1个小时的轨道生活圈，到台北上班也很方便，到桃园上班也很方便，同时服务了桃园的乡亲跟台北的乡亲，大家说好不好？我们今年成立了捷运工程局，陆续要推动这个，除了机场线，剩下由这个轨道局哦陆续完工之外，那么其他的各线由我们的捷运工程局自己兴办。那所以我们要累积经验，也要获得议会、获得中央的支持。啊，在这里，那么除了谢谢我们的历届的县长共同的努力，
虽然到我上任之后，把主要的困难克服，能够把这个绿线定案，但是也需要前期的规划，所以也要谢谢前面的吕秀莲、朱立伦到吴志扬三位县长，那么也要谢谢我们的议会邱义胜议长跟李小忠副议长，那么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绿线的预算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我们也给我们的议会掌声鼓励一下。那么今天有这个刚好十位议员来，那也有很多议员的助理，也谢谢你们。那当然要谢谢交通部的支持，这条线才能够落实。那当然沿线呢，沿线我们设置了这么多车站，将来我们还会把车站周边的开发纳进来，能够让这条 路线可以带动桃园的发展。这条线连接了机场、青埔、桃园火车站，把八德、桃园、芦竹、大园全部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会是我们的，加上机场线，刚好构成哦这个一个大环状的捷运。那今天这个北段的开工，我们总共南段加北段，这个总共的这个长度是9752公尺，将近10公里。那这是高架段，那沿途设置7个车站，然后谢谢大陆工程，用最友善的工法，而且也是用最佳的设计，加上这个采取的跟地景、跟城市融合的做法，让这个我们的捷运绿线能够在一个高品质的前提底下来往前走。啊，也要谢谢西门子集团愿意把全世界最新的智慧化的捷运系统在桃园落实，所以我们也给大陆工程哦掌声鼓励，加油一下。那高架段的地下段的部分，那么目前哦正在上网招标，那也预定在年底之前哦都能够完成。那么地下段因为要做浅蹲机，那么我们也会分别的在桃园车站以南以及桃园车站以北再分别开工。那么我们希望绿线等了10年，我们的乡亲有期待有盼望，更希望桃园的发展更好。我当市长以后，这4年当中，桃园的人口从205万成长到221万，可以讲是全台湾成长最快、进步最快的城市，所以我们应该享受有更好的绿色运输，对不对？捷运代表一个城市的指标，代表交通的转型，代表了更人本、更绿色、更有效率的运输，那也可以让北台湾3个直辖市连结在一起，对台湾的整体的竞争力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希望我们桃园努力做，那中央给我们更大的支持，我们也特别谢谢副总统来出席。这个总共6条线哦，总投入的经费要超过2000亿，中央加地方加职场性。我希望桃园的交通转型能够一步一步成功。那么这个工期呢，预定在民国114年，也就是2025年，哦，能够完成，总工期是7年。那另外一条支线，这个到青埔，那会稍晚，因为它在航空城的范围内，那么会配合土地的取得，再来开发这个大园的支线。那我们主线呢，7年完工，哦，是一个挑战。我相信哦，我们桃园市政府会跟工程团队全力以赴，把这个捷运绿线的梦想来实现。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市政府是各单位都要投入，所以也谢谢南投乡亲的支持。这个
美梦成真。前面虽然好事多磨，但是我们终于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那这些困难的克服并不容易，这中间有很多的同仁非常辛苦。那么这个可以讲，这个不管是开会讨论沟通，这个次数呢，这个数以百次来计算。那大家看到我们在中正北路的沿线开始有大围篱，那这个就是已经先行进场。那要谢谢大陆工程哦，卡秀姐妹，这个大陆工程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工程公司，我相信哦会把我们这个绿线盖得很好。那最后要谢谢我们今天来参加的所有的乡亲，桃园会更短，需要更多的投资，需要更多的建设，我一定会把大家的愿望把它一个一个实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大的计划，再大的梦想，都要一步一步完成。今天这个里程碑，将来会写在历史上。这个是我们桃园捷运的重要的一个时刻。我记得在2006年，我当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那个时候，这个机场线，这个由本来民间兴办改成政府投资，那么当时哦，这个政府推出了大投资计划，那到底要不要这个开工？因为可能预算高达这个将近1000亿，当时，那我记得是在2006年的6月16号，我当这个新闻局长，那当时的县长是朱立伦，行政院长是苏贞昌。那我还来果林哦参加动工典礼，没有想到经过了这个10年，我当了市长，在2017年的3月，我们的机场线这个通车落在我的身上，从不通车到通车，从预估没预量到有预量，到现在表现非常的杰出。这个受到乘客的肯定，我想机场线的成功让我们知道桃园很有潜力，所以我有信心哦，我们的绿线也会成功。大家说好不好？桃园值得投资，值得建设。那么机场线超越了大家的想象，我相信绿线也一定会成为这个双北以外的捷运里面最这个受到肯定的一条线。好，那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在雨中来参加的各界的贵宾以及我们的民众，我们一起努力，7年后绿线完工启用，谢谢。非常谢谢郑文灿市长，娓娓道来10年一线，把所有的人事议会李小忠议长以及所有到场支持的议员欢迎。谢谢，陈振仁副总统，还有我们交通部张市长，郑文灿市长，郑宝轩委员，郑运鹏委员，还有中天工程的董事长，还有我们两位区长哈，楚春来区长，李沈田区长，还有团队的桃园市政府的各一级首长以及各团队，那么更难能可贵，今天雨那么大。还有这么多我们市民好朋友、各位乡亲到场莅临，那么来关心我们今天 GC 联一标的那个土质工程的一个开工典礼。那我想这里有这么大的一个预算到桃园来，我们一定要感谢中央以及交通部的支持。那在经过4个行政区、8个桃园、芦竹以及大连，总长有27公里多，总经费高达将近1000亿，这是非常大的工程，同时也是我们桃园人的福气。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必须要有真正的轨道的车辆，尤其在绿线的捷运，对我们桃园是非常的重要，大家都非常的期待。那当然在整个一个工程过程当中我们共同来期待尽早完工，让能够大家都免于用到
汽车、机车，那么能够达到节能减碳，以及这个减少空气污染，更带来能够用路人的一个方便。那我们桃园市议会在我们区议长以及各位议员的这个要坚持的把关监督之下，我们希望这个捷运这个工程能够非常顺利如期的完工。那么今天我想到来很多的议员，让我介绍大家我们今天莅临的议员。那我想今天从我们苏家明林正贤议员他的陈秘书，还有我们范刚祥议员，桃园区的林胜田议员是我们陆区的，还有丢木的议员是大园区的，徐光达议员是桃园区，郭丽华议员是我们芦竹区的，徐建顺议员也是芦竹区，那陈美莲议员是桃园区，徐树文议员是桃园区，徐奇万议员也是桃园区，还有我们黄铁新议员桃园区的徐主任。那么谢谢大家再度的感谢中央对桃园的一个支持，我想我们共同祝福这个预算能够如期的顺利完工，带给我们用路人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捷。谢谢大家，祝大家，谢谢。非常谢谢你副议长及台上的所有议员的支持，感谢有你们的支持，用你最热情的掌声。好，我们先来邀请立法委员，那我们今天有请郑宝清委员跟我们的郑运鹏委员，两位委员是否就一块儿来到舞台上？那我们就请郑宝清委员做代表来致辞。好的，好，欢迎郑宝清委员还有郑运鹏委员，谢谢。我们最敬爱的副总统，咱的处长，咱的市长、副议长、各议员，咱的董事长，咱在座的市政府、陈文灿、谢佳有咱的所有的团队，咱在座的各位士大、各位小姐、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这条路，咱五几站去。顶摆拢听着老飞声，拢无看人落来，即摆人正经要落来啊！各位啊，这条路完成了，咱就用所有内部的交通做出来解决。今仔日有遮尔点会当开工，是咱市长一步一步真坚定的脚步要向前迈。各位，咱市长的认真拍拼。咱市长的监管，拜托大家用上热的掌声，把台湾市长掌声给鼓掌一下，给鼓励一下。人讲阮三政人一线，桃园建设看得见。阮两个当选立法委员，我郑运鹏，阮甲大家报告，阮两个伫交通委员会，只要对桃园交通来建设。我会使讲真拍命、真认真，我拢差不多六点外就到伫法院。大家蛮少讲较早去伫法院要创啊，上唔知，较早去者，食七分丹部长来。把土地转来建设土地，各位啊，尤其阮印鹏，大家知唔知？我拢叫伊土地的财主，真认真、真拍命，来掌声我印鹏，掌声鼓掌。土地是咱的，家属是咱的，建设也是咱的。咱只有透过这代努力打拼，让大家赚有正好生活。上个重要的，咱希望咱的家属是一个，伫遮看到前途甲希望。伫遮再次感谢大家对台湾站市长甲所有团队的支持，也对我的郑运鹏啊的倒把手，伫遮甲大家表示真心的最细声。期待今仔开工了后，咱用上紧的速度、上佳好的品质完成所有工程，也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感谢。非常感谢我们郑宝清委员以及郑运鹏委员。那其实，在桃园啊，那市政的市长跟郑宝清委员讲过，我这边就有讲了。因为今年有共轨的话，那今天很感谢陈副总统，那也带领着交通部当市长及团队，那莅临高桃园来指导。
那也感谢这个蔡市长以及桃园市政府的团队，以及我们李小东副市长跟朱慧的团队，以及我们施工所有的部分跟工程团队，今天一起来陪同我们乡亲来举办这么盛大的典礼。那我是学土木工程的，那也很幸运的，我退伍之后，那从政了20年，我也经历过高雄开始有捷运的时代，那也刚好来到桃园有捷运的时代。那我要跟大家报告，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那这回蔡市长刚才也感谢了过去历任的县长，那今天桃园才有这样的成绩。那桃园的第一名哦，绝对是大家努力来的。我前几天去林口的时候，他们等了半天，只有机场捷运一站而已。我跟他们说，现在龟山跟芦竹都快要有第二条捷运了，他们非常羡慕。我改装哦，贵州说广州干的双号都来林口叫的，他们非常希望变成桃园人。所以现在我们桃园的灯短了，还请用工电小，拜托大家集齐。那在这边我也拜托大家，施工哦，施工开始是一个很兴奋的时刻。可是未来六七年哈，咱要请这些囡仔开始有行有走，上有见哈，交通会有点黑暗期。希望我们在座我们所有的里长跟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大家一起来维持这样的一个秩序，然后一起忍耐度过去。我相信桃园的发展，未够啊，跟会共感通，并且会发现台北新光做高后，未来20年台湾发展最好的地方一定在桃园，也希望我们中央继续给桃园更大的支持。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谢谢。再次谢谢郑老师委员以及郑运鹏委员。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现场的长官、与会的贵宾，还有所有市民。让大家坐进来，而且正机最亮眼的五星市长，他也是郑文灿郑市长，我们立法院郑宝清委员、郑运鹏委员，还有我们交通部的市长，桃园捷运公司的刘董事长，还有我们在座的李副议长，还有所有的议员、所有的里长、区长，很重要的我们桃园的中心五号，他跟所有的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我非常欢喜，会当来参加咱和我们捷运绿线 GC01 的北段的主建统包工程的开工竣工典礼。东区是一个多元、年轻、不断进步发展的新兴城市，因为极具有未来性跟发展性，所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到桃园落地生根。像刚才我们讲过，到今年9月，桃园的人口已经到达221万，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桃园市发展有未来，所以大家才愿意到这个地方落地生根，一起打拼，把桃园建设得越来越好。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我们郑文灿市长所做的努力。他上任以后，桃园市真的是蓬勃发展。每一次我来到桃园，都很有今天的感觉。我们是不是给市长一个热烈的掌声？我相信，在桃园未来在人口、产业、都市空间发展不断成长之下，会使得桃园中继、航空城这三个核心发展会日趋的成型，而且具备有发展为国际竞争力的大都会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期盼的是桃园市未来会比台北市、新北市更具有国际观、更有国际发展，而且让全世界也看得到台湾。为了要因应桃园都会区未来的发展，郑市长上任以后，其实除了轨道建设这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以外，他在社会住宅、还有桃园航空城以及亚洲系谷计划等多项的国家型的重要建设，他都是努力以赴，而且呢，表现真的是我们常常讲的五星的市长、第一名的市长。我相信桃园市民就可以很快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一个绿线建设以后会得到更便捷的捷运交通路网，而且桃园市也会变成大众运输导向的进步都会城市。郑市长真的非常用心推动轨道建设，像刚才我们局长他提到的这个三星六线
美好实现的轨道建设，我想这样的一个建设实在是太重要了。通过了六条横断捷运轨道网的创建，来打通桃园市的交通任督二脉，让桃园、中坜、八德、龟山、芦竹以及大园六个行政区，超过160万的市民都能够享受到捷运路网的快速便捷服务。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一个英明的领导者，我们的郑市长，还有他的所有的市政府的团队，以及在立法院为桃园来争取预算的郑运鹏跟郑宝君委员，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来新建相关的这个包括中兴工程公司跟大陆工程公司，有这样的很好的一个整合，我相信我们桃园市的这个郑市长积极推动的三星六线轨道路网，一定可以让桃园市区的各大都会区都能够互相连接起来，让市民的生活更便捷。在过去4年，桃园正在改变，正在成长。每次来到桃园，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在郑市长的卓越领导之下的市府团队相当的努力，桃园变得更便捷、更有趣、更繁荣。希望在透过捷运路网建设陆续开工以后，能够进一步带动桃园的产业发展，让桃园脱胎换骨，成为最亮眼的国家门户。最后，我要预祝桃园绿线的工程施工顺利，未来如期、如职、如度的完成这一重大的建设。那么，我向各位贵宾，也是各位乡亲，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年第一晚，暑假成功，再来大家，大家。非常谢谢陈副总统，昨天才功成主仆，圆满的完成。陈学圣总经理，请就每一点位置。恭
请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陈文德局长急救北点位置。全体欢迎贵宾，请起。上香祝祷，礼生请奉香。请举香祝祷，恭读祝祷文。107年10月17日吉时，为桃园捷运绿线 G701高架段北段土建统包工程开工祈福典礼，陈建仁副总统及桃园市郑文灿市长率全体陪点官、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及大陆工程公司工作同仁代表，敬备生果实修，虔诚恭请天上圣母、关圣帝君、清水祖师爷做主保佑工程进行圆满顺利，并请山神、土地公、本地地基主帮忙保佑一切平安顺利。举香三拜，拜。再拜，三拜，礼生请收香。
平，主点陪点官请刘元斌，全体欢迎贵宾请坐下。现在请李斌同仁奉上工程帽及手套，我们接着要进行动土。好，在此阶段我邀请就动土位置，许清顺议员请就动土位置，刘胜全议员请就动土位置，郭丽华议员请就动土位置，李光达议员请就动土位置，邱素芬议员请就动土位置，徐其万议员请就动土位置，范刚祥议员请就动土位置，陈美玲议员请就动土位置，尤无和议员请就动土位置，尤副市长请就动土位置，李宪明秘书长请就动土位置，中心工程顾问邱董事长请就动土位置，大陆工程陈总经理请就动土位置，捷运工程局陈文德局长请就动土位置。
长官，